周末带孩子来看看海底世界。可想吃了，你看他眼睛一直到处，他都来不及看了。看到吗？摇尾巴呢，他。一回头就看到小豆泥了，第一次看到比自己大一百倍，还和自己长得一样的活物，确实有点像猫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也想拍，可以吗？你拍呗。柠檬也短暂的成为了店铺的团宠。你们快点看，这里有真的小豆泥。这是真的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他不会以为自己长大了就会被做成盘子吧？那你看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或者会被做成了毛绒玩具，还是双肩包包呢？不得不说，长大真的太可怕了。我希望我永远都不要长大。可以了。再来拍个照，留念一下吧。